107年度端午将近，林园龙舟竞赛决定6月16、17日于中云港举行，中油石化事业部男女职员工共组三队参赛，承续去年夺冠气势，今年还聘请名教练指导。队员们利用下班时间练习毫不马虎。事业部执行长吴义芳于11日到场加油。执行长吴义芳致赠岐山香蕉与香甜西瓜味酪鼓舞士气，也期盼男女三队全力以赴，以蝉联冠军为目标，为石化事业部争光。这去年安有摕到冠军的哦，系啊，但是今年啊，卖个人抗议啦。执行长吴义芳期勉队员们夺冠虽然重要，但是注意自身安全也更重要。要热身要喝水啦，多好多好热身，大家就是要做热身。凡事呢，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所有东西呢，赢在的就是要先做好热身，但是不能受伤，跟我们的工作一样啊，要有风险管理的概念，这是做标准的，就是说这7月16号呢。我们石化事业部有一个公安周的活动，公安周的活动呢有三个很大的主题，一个就是全年参与，请我们大家全年参与；第二个就是风险管理，大家做好热身做好；然后呢，第三个叫做健康福祉，哦，大家健康，达到达标，然后又健康，大家努力就会达到目标了，就往前去走了哈、哦。这个大家。辛苦了哈，大家加油了哈，好不好？来为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谢谢执行长，加油啊！事业部两位副执行长陈国栋、黄建辉也分别于8日及12日到场给选手们打气。中油石化事业部强调，他们乐于参与敦亲睦邻活动，积极与周围居民建立良好互动关系，同时希望透过积极参与的地方赛事，与地方建立融洽的互动关系。非常新闻记者高雄林园区综合报道。